下午好，我累了，我没想到我这么早。我其实在这个直播前，我已经坐在这里等了15分钟了。但是我想，如果坐在这里等到7点的话，我会很累，所以我就播了。先前放一首歌。我没想到自己那么迅速，谁懂？好，放首歌吧，给你们看一下新买的灯，人非常的 emo，非常的 emo。谁懂？谁懂？这玩意儿能用吗？为什么我买的灯是这样的？这个还正常一点，这绿的是什么鬼？我真的被我买的这个灯 emo 住了。谢谢土豆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甜甜的土豆宝，这样还可以哈。只有这是我特意就比如说多花了十几块钱。他当时买这个灯，他有告诉我说，就是有选项嘛，有单色的光和14色、16色，还有20多色的光。我说那我必须得买个多色的光，我宁愿多花十几块钱。我买的是日落灯，但是我买的就是说有一个纯纯调色的灯，但是没想到只有一个灯可以用，只有一个颜色可以用，别的颜色都是离谱色。只有一个颜色可以用。只能说非常 emo，就这个颜色可以用吧。这个色，这几个颜色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，你们先帮我品一品，家人们先浅品一下，先看看这个色。好，我再换一个色，这个有点冷。好，记住这个色，再看下一个色。好，记住了啊，再看下一个色，这个我觉得 pass 掉。这两个选哪个？看，先是这个，再这个，选哪个？上一个，你给我怎么形容上一个？第二个，好，我再现在是两二选一啊，现在二选一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家人们一和二。二有点偏蓝，好，那咱们就选二。只能说感觉还没有我 iPad 的光打得漂亮。人现在非常的 emo。我这就是日落灯啊，我还可以调亮度呢，给你们看调一下亮度。那我这纯纯的亮度。亮度最高，这亮度逐渐减弱。我不退，而且我以后必须在我的直播中用到这个日落灯，不然我会很生气。我不退，我都已经组装好了，我不退。我觉得没有那么离谱吧，还是可以的，只要我控制好这个度。今天我还卷了头发，家人们发现了吗？因为就是说今天想漂亮一点。
但是我以为我卷这个头发会卷很久，但是我就卷了两三分钟我就放弃了，因为确实是不会卷。谢谢烤肉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甜甜的烤肉宝，谢谢烤肉宝。今天这个 C 级妆吧，因为没戴美瞳，没贴假睫毛，就是画的也非常敷衍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灯完全可以解决我的任何问题，但是我没想到我这个灯纯纯的问题制造者。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聊天吧。因为夏天到了，茶百道又有我最爱喝的，也不是说最爱喝的，我比较爱喝的这个佛手柠檬茶，里面有香茅草，我爱香茅草。但讲真，这个香茅草的味道非常淡，加脆波波。这好好喝的，这就是夏天的茶，这就是春春夏天的茶。吃饭了吗？吃了呀，吃了午饭，晚饭就是我的奶茶，晚上就是我的奶茶。什么叫这个灯为什么只照一个脸？我一共只有一个脸呀，你还想照几个脸？蛮诡异的，就是说。你的意思说只照一半的脸，对吗？因为这个灯在这边，没有摆在我的正面前。它如果摆在我正面前，它就是说会照我整个脸。哦，救命！他真的只照我的一半脸，为什么？他现在甚至不照我了，都怪你们。好了，人现在不照我了，这玩意儿咋照我呀？哎，我刚咋弄了？完蛋了，他现在只照我一半，现在只照我的脑门，谁懂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，叫我用。可以别说让我生气的话，别说让我把灯扔掉这种话。你们真的是前世大风刮来的吗？谢谢小墨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天天的小墨宝。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是吗？就是说刚买的东西不好用就立刻扔掉，而不是说想办法解决它。问题是这个东西买来也就十几二十块钱，你告诉我怎么卖掉它。谢谢小盐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小盐宝。我是拼多多买的，我不知道拼多多有没有七天无理由。马里普的，在拼多多买了十块钱的十几块钱的灯，还要用了一下不好用还要退货。马里普的这个人，倒是也没必要啊，我觉得挺好用的。
因为现在拜拜小弟。非常爱这个灯，非常爱。你越说丑，我越爱。真虚伪啊，你们这些人。什么叫灯和帽子只能选一个？我都要。灯就是灯，不要拉踩我的帽子。灯和帽子是不同的用处，不同的好看。我的帽子呢？我现在找了，我那个紫色帽子呢？好笑啊，谁懂？嫌弃我的巴斯光年，我看不出来你们原来这么多嫌弃的东西。为什么还嫌弃我的巴斯光年？你们说行吗？我今天就是一个敞开心扉，浅听一下你们意见的状态。你们就说你们还嫌弃我什么？什么？你们保我保证，今天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生气。真的，我保证你今天说什么我都不生气。我保证我今天听你进去。真的。什么叫奇怪的灯和奇怪的帽子？手机壳，这有点过分了。咱们没带手机壳，咱们手机是纯纯的裸机。你这有点空口要怼我了，你这有点空口，就是说为了在这里，咱们手机壳是一个纯纯裸机的状态，裸机的状态。不要滤镜。不要滤镜，为什么？我不能理解，你们就是说喜欢看
丑东西吗？好，没有别的了吧？好，我通通接受，我通通买单，通通听，好吗？我真的，我现在立刻就是说听听了，而且我就是说，我改。我总结了你们的意见，就是说不要滤镜，不要帽子，不要灯，对吧？我改，我改。我真的改。还有说我不要带手机壳，对吗？我也改。等会儿发个抖音吗？好，您想看什么类型的？为什么不说？说呀！想看什么类型的？谢谢谢谢叶家雪飞宝送的夜店，谢谢天天的雪飞宝，谢谢。我自己想，我但是我怕我自己想的您不喜欢。不要得寸进尺，该提的提，不该提的别提。那个某个英语单词别给我提，别给我提。就唠叨吧，没关系，你们就唠叨吧。我会让你们体会到什么叫做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但是就是说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我今天是想对你们好一点的，但是就是说，我也非常容易生气。我累了，我不想播了。
我就是觉得你们很顽皮。谢谢薇恩宝宝想剪个大光头送的夜店，谢谢。谢谢谢谢大光头宝宝。对啊，别，谢谢谢谢十五睡不醒宝宝送的夜店。谢谢睡不醒宝儿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说一个敞开心扉一个聊天的环节。聊感情吗？问题是你有感情可以聊吗？对不起，我绝对没有在发泄刚刚收到的刚刚的怨气，绝对没有说在发泄，绝对是说一个公平公正的聊天状态，绝对不是说心里有怨气，绝对不是。谢土豆小弟，你不是上课去了吗？谢谢土豆小弟送的夜蝶，谢谢土豆小弟。别跟我说数，别跟我说数这个词。我受不了数这个词。谢谢。我的捕鼠大队呢？我的捕鼠大队，我的捕鼠大队呢？救命！救救我！不行不行！你们真好，虽然我刚欺负了你们，你们还愿意为我抓老鼠。谢谢困困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天天的困困宝，谢谢困困宝，你们真好，你们以德报怨，你们真是感人。不是，我是说抓老鼠了，可以不要再把那个老鼠打出来，你就可以直接说抓走了，不用再把它绑着在我面前，就是进行一个巡回。你在游街吗？倒也不用把那个鼠绑在我面前游街，就说直接把它消灭掉就可以了。你发那种两个耳朵的鼠我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你发那种长尾巴的鼠我真的会谢，真的会谢。谢谢烤肉宝送的权杖，谢谢烤肉宝，谢谢烤肉宝。 OK， 厉害，连小老虎都出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小鸭子也能抓老鼠是吗？谢谢小鸭子，谢谢小狗，谢谢小老虎，谢谢小猫咪，谢谢小企鹅，谢谢小小公鸡，谢谢小猪。好的，谢谢小猪，谢谢小猴子。怎么树都出来了？谢谢外星人，谢谢外星人，谢谢独角兽，谢谢小金鱼，谢谢小丑，谢谢小海豚，谢谢鬼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来帮我，谢谢小熊猫，小熊猫您歇着吧，小熊猫您歇着吧。行，谢谢小骷髅，谢谢小恐龙，谢谢小小蜜蜂，谢谢小蜜蜂。好，谢谢狮子，谢谢大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虫子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好，谢谢外星人，外星人您快回去吧。听，谢谢小螃蟹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帮我抓了小老鼠，谢谢大家，整个动物园都出动帮我了，
真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谁懂？真的会谢，谢谢动物园。谢谢小蘑菇，谢谢小蘑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帮助小珊珊抓老鼠。好的，知道你们的动物多了。谢谢谢谢我们有爱的动物园大家庭。可笑的朋友做不到，你是故事唯一的药，成为道的说明我相爱的一个拥抱，你在我怀里睡着，一个人。这两天胖了好多，没关系，今天爽，今天开始减肥，今天开始减肥，问题不大。我笑。今天开始减，因为19号不是要公演吗？19号要公演呀，但是虽然说是云公演也看不出来吧，但是就是说先浅浅的就是说嘴炮一下，浅浅的就是说减肥一下，反正我也就是非常随意。这要跳啥不知道啊，我这柠檬茶。对啊，永远不在剧场跳，在哪里跳？哦，你们以为是练习室那种啊？不是，好像是去剧场，就跟去2020年疫情的时候一样，我们不都有云公演吗？应该是吧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对，就是没有观众，就是直播的那种形式。在那么难的纯白边的阴暗，你们不要去剧场，你们去不来。快乐不再那么简单，当冬夜艰难，当树上不再有蝉，当回忆老去的痕迹斑斑，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不会有答案。我是觉得你们这几年上学的宝宝好辛苦，你们天天都在上网课对吗？但是可能说某种意义上也培养了大家就是说非常自主学习的能力吧。对，一定要做到非常自律了。什么玩意儿，培养了网恋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行，我是个非常没有自制力的人，因为我太爱自己了。
对，因为我太爱自己了，所以我真的是感觉自己一点自制力都没有。但是你们要加油，因为本人已经就说纯纯的已经大学毕业了，纯纯的已经不再受学习的苦。每天都有直播卡，但是我们这个直播就是纯纯的小直播，就是说纯纯的纯纯的小聊天，拜拜，上课去吧，好听课哦。大直播没有大直播，都是小直播。谢谢夜蝶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甜甜的夜蝶宝。好累啊，为什么累？你跟我讲讲，我给你开导开导。上班累，想想，我想想怎么开导你啊。那难道上班很轻松吗？难道上班就是说是让你玩的吗？上班不就是累吗？但是咱们就说要学会一些个对，今天就是说这个变化能力有点差，今天就要学会一些个苦中作乐，不是说要学会一些个摸鱼，学会一些个苦中作乐，还是对发工资的那天就不累了，还好吧。不要开摆呀，不要开摆。但是我其实是知道的，咱们现在年轻人就是嘴上说着开摆，但是实际行动依然非常的努力，这就是我们的特质。我们年轻人的特质就是说，思想可以做最坏的打算，但是行动上还是要付出努力，因为非常的内卷。
说是开摆，其实就是说开卷，对不对？我，但是我自人，我个人从不卷，从不卷。原因还是我太爱自己了。谢谢小地宝送的小皇冠，谢谢甜甜的小地宝。谢谢小地方。在竞争的大环境中，如何放松心态？如何缓解焦虑？你们这都是我想问的问题吗？你们问的是在帮我问一些问题吧？纯粹觉得你们是在帮我问问题。奔二焦虑，你走，你走。如何对抗虚无的人生？喝茶白道吧。小升初焦虑，别焦虑，这真没啥焦虑。你看我小升初考的那么好，那考大学的时候不是还是考的不好吗？焦虑有啥用啊？对吧？我小升初，因为那个时候初中，我们那个年代初中还有重点班呢，咱们是纯纯重点班的好学生。小升初考那么好，那到后来还不是啥又没有？别焦虑啊，别焦虑，本人经历告诉你，别焦虑，焦虑没用。小升初就别焦虑，等你到高三的时候再焦虑吧。就说，对，啊，对不起啊，现在这些高三人也别焦虑。中考也别焦虑啊，本人中考考的也是非常好，本人中考在高中的时候也是纯纯的说，在一个小小的重点班里，也是说在咱们省重点中学的小重点班里，那有啥用呢？成绩还是从班里的前十名一下子掉到班里的四五十名，别焦虑。有什么好焦虑的呢？别焦虑。问就是因为太爱自己了，问就是这个原因。对啊，人其实人就是说上了高中之后开始学习不是很好，人就是之前学习非常好，真的非常好。就是说第一次不在重点班，就是说高二分班，就是纯纯的给咱们分到了一个正常班。偏科，我非常无敌超级偏科。别问一些我也问的问题，
英语，英语就是一整个大部分的状态，但是谁感兴趣咱是英语课代表呢？谁感兴趣咱是英语课代表呢？咱也不知道为啥老师让我当英语课代表，而且是物理老师，就我们班主任让我当英语课代表，他可能是为了鼓励我学英语吧，但是没有，他就是鼓励了我一个人可以抱一落五散，从六楼上到三楼，他只在这方面鼓励了我，一个人扛起一组的五散，从六楼噔噔噔跑到三楼，噔噔噔再跑回六楼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就是咱们英语课代表当的真正的 用途。咱们就说当英语课代表还发生一句巨尴尬无比的事情，因为就是说那个时候就说高三嘛，还是是高三，就是说有同学他都已经就是说就是走那种艺术生啊什么的，学艺术了，然后他可能就是说他对英语成绩他已经摆烂了，然后呢就是天天就是会借鉴一些同学的五三的作业啊，对，就有这些的，他就会借鉴一些同学的作业，然后我作为一个收作业的人，我非常尴尬，他在借他同桌的一些作业，然后我在旁边等着收作业，我在旁边说，我说你能不能那个什么快点，我说我等着教呢，结果一扭头发现英语老师站在我后面，人当场尴尬致死，人就是说当场差点窒息过去，然后英语老师说，我忘记说什么，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这么收作业的，我然后就是回去之后把我那个同学揍了一顿，人非常生气，那被撤了倒是也没有，因为英语老师对我挺好的，英语老师对我好到什么程度，他非常相信我，有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天天听写单词吗，老师让我给大家听写，但我认真的给大家听写，我的意思说老师让我给大家听写的是因为老师先听写了我啊，好，然后我再给大家听写，就是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，因为这种听写都是放在自习课听写的，谁会在课堂上听写，这种都是自习课的时候，好，一会儿数学老师过来，这样大家十分钟时间我给大家讲一道题，好，一会儿英语老师过来啊，给大家听写一下，然后一会儿物理老师说，哎，什么这个公式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这都是在自习课上发生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在课堂上发生这些事情，就是经常会有老师说，哎，这道题问的太多了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同学问，就是他想占咱们的自习课写作业的时间给咱们讲，这道题讲的人这道题问的人实在太多了啊，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吧，好吧，那大家写作业哈，春春开始看黑板，春春开始听讲，春春又开始上课，对的，我真的很超级讨厌问老师，也不是，我就紧张，我从小我就怕领导，我就不敢问老师，我有啥问题我都是问我们同学，你同学给我讲，我问老师我感觉他即使给我讲得很明白我肯定也听不懂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我非常怕老师的一个人，我再跟你讲，我之前刚分班的时候就是说学习好到什么程度我都非常汗颜，有一天自习课大家都在写作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牛，我就要睡觉，高一的时候吧，哎，高二的时候吧，啊，高二的时候，刚分班的时候还是怎么的，我忘记了啊。然后就是说，大家都在上课睡觉，啊，大家都在上课写作业，我偏偏就要睡觉。上自习课的时候，好，我就在那睡觉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班主任还不了解我，还以为我是个好学生，那个时候觉得我学习非常好，
他过来用他的那个书卷起来，轻轻地拍了拍我，问我说怎么啦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心想不，我就是不想写作业，就是想睡觉。然后我就啊，我说啊没有，我就说 有点累。然后老师说那你再躺一会儿，躺一会儿你没什么不舒服你就起来写写作业。我说嗯好，这是老师对我的初印象，后来就不是这样了。那时候因为咱们分班的成绩太好了，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自信任性的好学生。那时候分班的时候咱们成绩太好，后来他逐渐的了解了我，他就嗯行吧，逐渐了解我是一个早上要喝胡辣汤的人，他让我们一群人站在外面喝。我们让走读生给我们带嘛，带胡辣汤。我说班主任说你没事，天天你们都站外面喝。最搞笑，我还让班主任的女儿给我带饭。因为我们班主任他的小女儿之前和我一个班，然后后来我们分班了嘛，就是不一个班了，但是我们俩关系挺好。他是走读生，然后就是有一天他说他家旁边有个什么玩意儿好好吃，我说那你给我带，他说好，然后他就是说为了给我们几个人带饭，就说纯纯有点迟到的风险。我们班主任很震惊，就是说怎么出门那么早，怎么这么晚才到学校啊，一问啊再给我们带饭。这样上学的时候就让我们班的小姑娘给我带饭，当然还有小男生给我们带饭。因为我们走读生啊，我们住校生经常没东西吃，就是让那些我们班的走读生们，谁家旁边有好吃的都给我们带饭。高中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啊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对啊对啊，走读生都会帮我们住校生带很多好吃的呀。就是你带一堆饭差点迟到的，感恩，代表住校生感恩你。什么？你是带住校生回家住的？啊，good， 家人们。good 了，输了，别说了，输了。你是好梦。上的起落惹起了烟波，能漂泊你只能破，念一首风一夜波，我再不是我，恰的寄托对，手机充电。那时候还有那种什么万能充那种东西。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，你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，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之外。
来互相依赖，好像那茶儿总不能永不离开，蜿蜒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，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，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。对啊，就是上学的时候充电池用的。谢之余之乐送的小权杖，谢谢谢谢谢谢小权杖。爱只是爱，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，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，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，互相依赖，我想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，蜿蜒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，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，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。我退出一下看一下消息，我的微信一直在响，退出一下。月亮在人生里的表情已经消解，不爱困，看着你的脸我就忘掉困，以后你放太快了，唱不了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喝完了？时间太早，不想走。什么玩意儿兑水？我房间好多饮料，我没有必要，就是说，我每天都没怎么在房间，我都游荡在别人房间玩耍。要兑肯定也不兑水啊，我可以带兑气泡水啊，兑纯净水什么好喝的。房间里好多火的。
黑白之间一只小星星，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，偷着麻醉掉人，想用关上房门，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。花太阳 Rainbow You， 行吧，不得不承认我以后还是用 iPad 打光。谢谢秋天奶茶。有一些些嘴硬。道理要看一遍，哒哒哒滴，当回忆变换场景，才发现角色里的你已经飞到我心里去。Rainbow you， 时间太早不想走。丫头是什么鬼词？哪里谱的？但是我们昨天玩的那个阿瓦隆真的蛮好玩的，你们不觉得好玩吗？因为你们看的觉得不好玩，但是我们玩的觉得挺好玩的。因为你们不懂规则，讲真我也不懂，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叫啥名字。但是就说玩的还挺好玩的，因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。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几个坏人叫，我只是记得一个叫梅林的，对吧？还知道一个叫派的，剩下的角色我都不知道，还有个刺客。莫德雷，莫甘娜，挺好玩的，这我觉得挺好玩的。自这看别人玩可能感体会不到快乐，就是说还是带自己玩，自己实玩比较有意思。因为我们开始前试玩了一局，所以我们拖了点时间，因为大家都不懂嘛，都不会玩，所以开始前我们试玩了一局，试玩那局我拿到的就是派。但等会我下播了你们可以一起玩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线上玩的这种方式，你们可以一起玩一下。对，我是除了我不是除了光玩游戏，我是除了另一个游戏，什么害你在心口难开，这游戏我真不会玩，这游戏我已经放弃了，别的我觉得都还行。
我们今天几点开始播的？6点。天哪，我才播一会儿，我就播了一个小时了，真的假的？而且16点，但我不知道六点多少。6:07，我真的就不知不觉已经播了一个小时了。天哪，我真的牛！谁还记得我之前直播永远只播半个小时？播半个小时我就有，就不知道该讲啥了，我就自己纯纯主动下播。今天看我现在自己卷的头发，可以说是非常失败，毫无卷发痕迹。什么叫差生文具多？我有800个卷棒，我就是我新买的卷棒，就是完全不会，我贼怕烫到自己。别问问就是太爱自己了，我都怕烫到那个东西烫到自己，所以你看，哎，这里边卷的还可以哈。问就是太爱了，这真的是卷的一团糟，这玩意儿千万不能出去，还不如直的发呢。小心，那几个字说出去，又怕你假装听不清。叮叮咚咚，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？就等着你呼吸决定。飘飘洒洒的小雨，轻轻落在屋顶。夏夜蝉鸣的节奏，竟然也如此熟悉。滴滴答答，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？海和天相连，成为海。谢谢山上小甜椒送的夜蝶，谢谢夜蝶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单，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。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，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。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，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。时光苟延残喘，无可奈何。如果所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，不会听，不会唱。嘿，这样的
谢谢白熊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甜甜的白熊宝宝，谢谢。有一首歌前面也是有这种唱戏的那种感觉，还是那种什么古风歌曲，之前叫什么，叫什么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什么三十八年夏，哎，这歌什么玩意儿，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如果等会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尽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给你们听听那个什么，我都忘记这首歌什么东西了，我为什么会听过这首歌，这首歌谁唱的，第三什么玩意儿，哦，河图的呀，怪不得。衰草连，横向晚晴。马上合唱了。什么时候小的时候非常爱听。半生地，望江绿，拉作红云。满座椅，观舞。相依，时光来复去，拉长了光阴。哎，有点熟悉了，有点儿时的味道。繁华衣，最紧密闹剧，依稀燃尽红尘的意，将白雪相许，盼得此生。哎，不记得了。灯下的影分是着回忆，老旧长街轮回了。泛黄褶皱的心，一直勾勒眉角的笔，画墙外转着一个成年的曲。这真的成年的曲了。
沙海洋，与其误会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个谎，从未出现南墙，消失神的伪装，消失强忍的伤。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窗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就像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随便放了。我化尘埃飞扬，追寻赤裸逆翔，奔去七月心肠，时间烧灼滚烫，回忆撕毁臆想，路上行走匆忙，难念可归世上，散播留香磁场。我欲乘风破浪，踏遍黄沙海洋，与其误会一场，也要不负勇往。我愿你是个谎，从未出现南墙，消失神的伪装，消失强忍的伤。就让我走向你，走向你的窗，就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你的伤。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，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。谢谢星光吧。再浅听两首歌我们就下播了。谢谢小岩宝送的权杖，谢谢小岩宝。谢谢坤坤宝送的一叠，谢谢坤坤宝。有没有太原人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有森林啊，也有一首歌里面有郑州，那个叫什么郑州什么玩意儿，郑州什么什么歌，叫郑州什么玩意儿？有没有郑州人回答一下？有一首歌叫做什么什么郑州？熬过最关于郑州的记忆。再先放一首这首歌。看我这个郑州石花真的是纯纯郑州宣传大使。
没有啦。应该有翻唱的吧？哦，这不是翻唱的，这是挺多评论的。哦，原唱搜不到了，好吧，那请听一下翻唱吧。因为我们郑州火车就是非常的交通枢纽。咱们必须承认，咱们现在巷子里已经没有美女的味道了。今天都没有散去。郑州，我想的全是你，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。关于郑州，我爱的全是你。我立刻还歌，谢谢谢谢夏西空空宝宝送的小皇冠，谢谢谢谢婷婷的小夏宝。你们一了告诉我，我立刻为你们换歌，坚决不一。哦，这个词真的听不懂了。哦，你们想听啊，但我听不懂哎，行吧，那给你们听一下。讲粤语。
么哒。哒哒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聪明。今晚没有游戏了耶，我们不能天天玩游戏，天天团建呢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有一首歌叫《天秤座》？让我来听一下。向未来，
向未来，拥有爱，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。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， 一起来 ，Together 一起向未来。这个是虎年版的，这是春节版的墩墩。没看人家穿的虎头帽，给你们炫一个。因为它这个外壳，透明的外壳非常的粘衣服，非常的粘头发。谢谢寻梦寻觅宝送的夜景，谢谢寻梦寻觅宝，谢谢。一起向未来，你们要看他脱衣服吗？你们要看他脱衣服吗？脱了可可也很可爱，算了，脱了穿不进去了，就脱一半吧。好可爱呀，墩墩。好了，不播了，你们就俩先躺在沙发上吧，好吗？我怕这些人太爱缠你们。拜拜！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感恩环节，感谢今天给我聊天、给我送礼物的宝宝们，谢谢大家！感谢给我发弹幕互动的宝宝们，谢谢大家！谢谢大家，你们破费啦，谢谢，拜拜。来，三二一，我们一起笑一个再下播吧。3 2 1，嘿嘿，哦，救命，太傻了，会删掉的，拜拜。